踮市区内各级景点，过去只要是踮市民入园，拢是免门票费用。但是市府文化局考量到长期的维护，决定要来开始收费。目前票价也未确定，不过也是对着市民推出着较优惠的介绍，希望建立市民使用者付费的观念，会当进一步来活化台南市各级营运甲维护。台南市区内各级景点过去市民拢是免费，但是市府文化局考量到长期的维护，也决定要拟定开始收费。目前票价也无确定，但是也是会比全票较俗，而且并不是清洁费，希望让市民使用者付费的观念。古迹收费本来就是其来有之，过去赤坎楼、一载京城，许多台南的古迹本来就有收费，像故宫博物院也有收费啊。所以说古迹收费主要是要收费的，譬如说清洁。馆藏维护这些必要的开支。那其实当初在这个古迹在规划，还有包括像美术馆在建设的时候，坦白讲本来就是已经花费了蛮多公帑，基于使用者付费的立场，我们觉得其实必要的这个收费是应该的。那而且古迹收费并不是以这个盈利为目的，所以我们觉得其实是以能够维持下去为目的，所以这种是公益性的，而且是非盈利性的。而且坦白讲，50块，我觉得还是希望说大家能够谅解，因为使用的是公帑。那如果没有去古迹的人，他还是一样帮忙负担这个古迹的维护费用，所以我觉得适度的收费是请大家要谅解的事情。另外，台南市美术馆要收费了。美术一馆、二馆，自去年底陆续开幕以来，拢是免费入场。目前馆方的票价已经和市府核定，将要为21号开始收费，优惠台南市民50块，就会当参观二馆、两馆。外馆市民将只爱150块，甲国外美术馆比起来，也是较俗。记者陈嘉生、市政府采访报道。